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拜一日。这几天这阵雨落未停，引起阮想起去弹琴。另外，古早台语歌《乌鸦花》嘛，足好听。到底什么时阵读作雨，什么时阵读作雨？今日要跟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雨落雨的雨。这个雨就是空气中水汽拄到冷了后，根冰降落的水。啊，若文音读作雨，一般文章文图咱拢是读作雨。带大家做回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雨沙啊，意思是落沙沙啊雨，落雨门啊雨手。人讲门门啊雨落久卖淡。另外第二个词读作雨满，也就是雨衣、雨衫。古早是穿脏水，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下班散工后，骑机车要倒转去，雄雄刷来翻天气，落雨沙啊。伊无想要穿雨满，无想到讲一望呢，煞变作落大雨。害伊走袂过车路，今仔日小解即一日雨，另外佫读作雾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